一个帐子值多少钱啊？你刚才说那个沙底就这种感觉，这个年份比那还好。啊，这样都到什么时候？这能到雍正。哦，这叫雍正的粉彩罐。哦，一点毛病也不用敲，原来有的坏的我都扔了，留着一个好的。坏了也有价值啊。嗯，那都是扔了。这个你能给多少钱？这个我能给10000，太少了吧？啊，大哥，我跟你这么说，级别不一样。虽然这个很漂亮，那这个我能出到10000，就这么个事儿。这两样你给我整起来吧，合适的你拿着，不合适我再留留。我今年有点困难，确实太困难了，我也不会卖的，但是干工是赔了钱。你有银行卡吗？有，有银行卡我账吧。你既然说到这了啊，我谢谢你，有别人我不会让他看的。那行哥，你也挺实在的啊，我也没有说给你出的多么低或者怎么样的，账我拿了，我给你转账，你给我一个卡号。行，好，我账我什么？好，你真是大老板啊！你是什么大老板？今年什么什么？今年就是遇到困难了。对，遇到困难了，遇到困难了。要不我觉得这种东西绝对不能出啊。对。而且就是说，如果早先你早卖啊，就早就收不着了，不可能再有了。这种农村现在很难再收到这么好的了。那实话实说啊。对。这样我给你转，但是那个什么。刚才那个扎斗我再看一下行不行？行，可以啊，我再看一下，看完了你先拿着，我一会儿我给你转。那我不在这放着，我都放柜子，在柜里放着。哦，你不用看了，一点问题没有，那都是原来老祖宗传来的东西，在京里做官的。行，没问题。嗯，没问题，那我给你转账啊。嗯，行，好。嗯，行，好，你再看一下，你等会儿我有短信，有短信，有短信，好了，到了，到了是吧？嗯，那个什么，大哥，家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有，暂时也不卖了。这样啊，不再有东西，你可以再给我。嗯啊，我收货啊，不一定说是啊最高的啊，但是我觉得不让您吃亏啊，就是我有自己的就是说一个衡量的角度啊，咱收东西啊，咱一码是一码。哎，我很相信你。嗯，要不我不会跟你联系的。是，那行，大哥，那我就拿着了啊。行，好，拿着了。还有一个事啊，就是你给我的，嗯，我有可能我收藏着一阵，嗯，我收藏着的话，那比如说你赚钱了，你想买回去，啊，可能我再卖给你。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我卖了，你就不能再找我了，咱就说好了。行，没事，是吧？没事，咱这个钱啊，钱货两清，钱货咱出门咱不找，有毛病算我的。对，啊，如果我卖高了，你也别找我。对，行吧？对，行，那大哥，那咱走了。好嘞。再见哈，好的，好嘞，大哥，好的。啊，有些时候收藏真是个缘分啊，这是我今年以来啊最激动的一次了。像这么精美的官窑，也只有在大的拍卖会上才能见到。有时候真的是保佑有缘人啊，整整一年啊没有收到就说这么精美的官窑的瓷器了啊，也是非常激动，因为这是光绪的一个正官啊，也就是说啊真正的那种啊一级官的官窑啊。那上边呢是寿桃啊，还有团寿纹，还有蝙蝠啊，寓意五个蝙蝠五福捧寿啊，就长长久久。那么这个器型呢就是一个扎斗，那精美程度就不言而喻了。哎，也是非常激动啊，遇到这样的东西一定不要含糊啊，因为你一含糊可能你就失去啊这样的机会了。我是收藏小哥，喜欢收藏，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，请关注我，给我点赞，谢谢大家。不要了，没先要好，给钱少了还是不想走啊。行了，我去拿来你看啊。嗯，行。这老大娘真健壮。这人信一点。信一点。他这个木也没字了。这木字不是字不字的事。这心里印花的好留着是吧，咱卖也不便宜，卖也不值钱。不值钱，嗯，我这别的没有是吧？没有啊，好像没有。好，老羡慕这种田园生活了，你看还养着鸡，环境空气都挺好，不过往后也没法养了，都上楼了。前面有一哥们家说还有东西，我过去看一下。 Let's go。这村里一拆迁呀，各路神仙都来了，你听吆喝起来了，收家具的，收古董的，收木头的，各种各样都来捡漏了，热闹非凡。
跑完，原来和工厂厉害尿吧，都破了，反正就是。包括就和别人打架呢，一十块钱一个拿走。我看一下啊，干嘛来的？太脏了。十块钱一个行吗？十块钱一个是吧？这是个小屋子，就是烂了。反正就是坏了，这这个碎的不行了。你往地拿着吧，我就都不扔了。你看这忘了，他一推到这房子就他咔嚓就砸了。你说十块钱一个，你到时候你肯定还找我。就是你到时候，因为我这有可能我要发个视频啊，你可能还找我。你没看我一直在这录吗？我跟你实话实说啊，这三个我给你400块钱，你看行吧？行。啊。这你要吧？这给你100块钱吧，行吧？活下来是吧？啊，行。再见。哦，很多，这也太大几了，太黑了。嗯，那小伙子挺好玩，走，咱走。哎，看一下啊，还挺有年份啊，一眼明代哈，现在这房子应该就是啊，民国后期啊，民国左右的房子，这还是个明代的一个东西，就放在这吧，咱不给动了。说明这边还是有点物件。我要不是老家事，咱姐本用的家事，我不用呀，本来说不抽烟吗？不错。什么时候接的？老长时间，好几年了，好几年了，我就知道像你这种年纪的肯定抽烟。年纪大点了，二女就不让抽了，是吧？啊，对啊。我年年不办着。还有历史了，你平常还骑这个？啊？你骑这个吗？有点顾不了了，这腰疼了。哦，再早骑这个还啊，骑不了了。厉害，这个我都骑不了，俺不会骑这个东西。大爷的小院，这白菜是不是冻了呀？啊，白菜是不是冻了？回了，不冻了，没宰上。哦，宰了都回了。哦。你说的哪个你说的哪个老抽下油的那个栗子咋的？栗子哦，栗子哪让的？哦，民俗界没有，别的没有。哦，这个不收啊，坏了，捧坏了。这个有年份啊，这个对啊，这个得到清代。清代民国左右，哦，哎，可惜坏了，碰坏了，他们碰坏了，他们跟外来的，拿着外在那个在外他拿着银子，嗯，被他碰见了，咋值钱啊？可惜他碰了，他碰砸去了给，对，哈哈，嗯，碰到外的，他在地里干活，嗯，瞧着外的你，他拿着瞧一家。那就瞧瞧了，哎，那就，嗯，那就这样就不值钱了。啊，能值多少钱啊？我能给你100块钱。100块钱。哎，那等着少吧。行啊，行，嗯，在这我再给你放着。啊，这没事没事，嗯啊，别的没有是吧？别的没有。啊，那行，那行吧，大爷。啊，哎，你坐着。不做了啊，我们再出去逛逛去。啊，麻烦你了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啊
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啊，这个大爷聊了一会儿吧，说家里有古董，让过去然后看一下。其实那把活的话，碰上那样了，就是，一般就值几十块钱啊。那把活下乡收的都没人收，没人要，确实想收他这东西，就当说救济，也不是说救济，也不是说怎么着吧，就是说，啊，就是一种天然的啊，对一种老人的这种感觉吧，就是我能收啊，我就但凡能收，我就给他收了。结果我看了一圈，实在没有任何一个古董啊，但是我一看，就这一把壶还好。结果呢，人家大爷也没有卖的意思，啊，咱得尊重，就是说这个大爷的这种啊意愿啊。所以就这样吧，我收藏小哥，喜欢收藏，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，请关注我，给我点赞。